帅。这样为什么人家喝水可以这样帅啊？对啊，而且我都只注意喝东西很帅，我没有在注意你。好难哦，你觉得是什么？有点难猜。嗯，你我们从刚刚他喝这三杯，我的感觉是前两杯比较相似。哦，你觉得第三杯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好像第三杯比较像苦茶。那再喝 C， 加再喝一次 C。你觉得他再喝会像你这样流出眼泪来吗？搞不好再喝就破绽啦，是不是？你觉得要叫他再喝 C 吗？嗯，再喝一下。我觉得他比较不敢喝稀，他其实有点怕怕的。可是他都没有什么表情，他才喝哎。他如果又多喝一口，那一定是青草茶。他喝起来感觉很好喝哎。对呀，他喝上瘾的话，应该不会是苦茶吧？我知道了。我觉得是 B。对，你看 B 其实剩蛮多的，代表他刚刚喝 B 的时候比较小口。哦。所以会不会是 B？所以 B 呢，其实他刚只是假装用很帅来瞒骗我们，而且他喝了这样子喝三杯，每个侧脸，那个帅的表情都一样好。各位男士的典范，这一集一定要录下来，不断的反复学习。要怎么样？男生喝水要帅，就要像池昌旭这样。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B。好，我们决定了，就是 B。是 B 吗？是吗？他喝上瘾喽。他喝都喝一小口哎。好喝。B。好喝。那先，所以不是 B 吗？他又喝了。他说不是。哦哦，我们猜错。那所以到底是什么 ？C。哦，可见他根本不怕喝苦茶。对啊。哎，而且如果是青草茶跟苦茶竟然看起来颜色一样，就代表你们很怕他喝太苦，你们一定有在苦茶里面加淡一点，对不对？没有骗你。有吧？有啊，对啊。好了，我们输了，自我惩罚。哎，攻击。哎，可以打在我包包上哎。你要不要让皇上打一下？可以吗？皇上来一下啊，请接受你的处罚，来。一百下，耶！好了，打罚那么开心的啦，开心的。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台湾有名而且又非常好吃，我们刚刚买回来的鸡排。对，来，齐皇后，皇后请端上台湾著名的鸡排给我们的皇帝享用。是，身为皇帝身边的太监，我常常觉得啊，贡品可能里面会有危险，或许它不安全，不如小的先帮你吃一口吧。啊，坤倩奶啊，我吃了它，我怎么好意思让他吃呢？连吃鸡排都要这么帅气，各位各大观察他吃的样子，各大那个食品广告商，你们怎么不找他来赶快拍广告啊？真的？对啊，所有的东西要吃要吃。有脆脆的声音哇！皇上，啊，真正蛮香，真正是就好食。他该说台语吗？哦，突然说台语了。真正就好食。哦，他一吃再吃，好吃，蛮洗手哟，蛮洗手哟。吃这个会想要配苦茶吗？我们哪个苦茶？那苦茶哎 ，no。我们又有三杯可以竞标了，放到我们上面。说实话，刚刚呢，我们在喝那苦茶的时候是不怕苦，还是说真的是演出来的？근데생각보다는그렇게많이쓰진않았어요쓰긴쓴데그래서그냥똑같이안쓴척是真的演技很好，真的，对啊，获胜获胜，来掌声鼓励。
因为刚刚呢有聊到非常喜欢音乐剧，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戴耳机啊，来唱中文歌，考考他对啊唱中文歌的感觉。也许他唱完以后，你根本猜不出来。对，就是他唱中文歌，让我猜猜看他唱些什么。我们这里有准备很多歌哦，而且是中文歌。中文歌，然后池昌旭听了之后呢，他就要把那个歌哼出来。你要猜对哦。好，两分钟。我相信他是我的配合，我应该跟他会有默契。有妈咪通黑哦，所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好，来。东区，哇，好厉害啊！八三幺的东区。好，来下一首。很厉害哎。答对。喂。Rock and roll， 我太厉害，射手。哇 ！Rock and roll， 我是神射手，耶耶耶 ！Rock and roll， 我答对了，射手。我想让他多唱一点啦，来再下一首。Ole 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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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 不对不对 ，ole ole。我的我的有这种歌吗？怎么会没有这首歌呢？是五月天的 O A O A， 各位观众，你们有猜出来吗？下一首，马吉马吉马吉，欢乐垃圾垃圾垃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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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巴垃圾，答对了，来下一首。Hello， 我的心。OK OK， 好，可以了。对，哦，中文歌很难吧？哦，이게따라부를수가없네요。哦，너무어렵네요。这快歌是不是？对，其实刚刚有一首呢，是那个五月天的 O A O A。对，但因为你以为就是 O A O A。对对对对，还有一首啊，就是那个我的心，他刚才有没有唱我的心？我的心跟着你，不对不对不对，总是不对不对不对，就是那首歌的，那首歌有一句歌词是我的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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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啦，对了，我的心，对啊，对啦，好。其实呢，这个池昌旭呢非常可爱，因为呢，在今天呢，我们跟他进行一些小游戏，但每一个游戏呢，他也是就尽量的啊，想办法要让你答对。没错，对，他唱得很好听，将来有没有计划要发唱片？아직까지뭐구체적인그런계획은없는데요노래하는거너무좋아하니까나중에기회가된다면팬분들께정말제목소리그리고제가좋아하는노래들려드리고싶어요太好了，好啊！那在今天的最后啊，我们要请池昌旭呢，也跟所有台湾的粉丝们说说话。네안녕하세요저는지창욱입니다네이렇게제가대만에오게되었네요네정말로일단저희드라마기왕우정말많이좋아해주시고재밌게봐주셔서정말로감사드리고요앞으로저도더좋은모습으로찾아뵐거니까계속끝까지지켜봐주시고요많이사랑해주세요감사합니다好，在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关切这个有关于池昌旭的所有的新闻 ，follow 他。没错。对，今天也非常谢谢池昌旭来到《我爱偶像》。谢谢，谢谢。